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的生活每一天都和超声波息息相关，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清晨是给花园浇水的最佳时间，无论你是给自己家养的植物浇水，还是工业化农业中大规模的灌溉，浩所的超声波焊接为您在室外条件下使用机器和设备提供了强有力的焊接技术要求。尤其是喷水灌溉中的系统，是我们最擅长的应用领域之一。茁壮成长吧。